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希。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伟老师。华老师您好。你好。华老师，我记得好像您爱吃面食吧？哦，对，尤其喜欢吃面条，像是拉面啦、刀削面啦，还有手擀面啦，都比较喜欢吃。感觉您是这个吃面的行家呀。比较多，喜欢。啊，您对面食这么喜爱啊？我想问问您，这个剪刀面您听说过没有？还真不知道。哎，这个特有意思。就说在黄河边上啊，这个婆婆呢在审这个儿媳妇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嫁到我们家来啊，就要跟她说你赶紧做面。这个面呢，这个媳妇呢就说这面我不会呀，从小也是娇生惯养的，怎么办呢？这么一大桌子人等着吃呢，这个时候他灵机一动，看着旁边有一剪子，他也不会擀呢，他就直接这么剪了一下锅。哎，大家都说好，婆婆这边也过关了，所以啊，这个剪刀面呢就流传了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还是真是挺机智的，是吧？啊，这个剪刀我擀不好嘛，那我就剪一样嘛，对吧？这后来呢，这个剪刀面就出神入化了，很多大厨啊，哎，都开始比赛。怎么比呢？这个剪刀一分钟最高纪录能剪200丝面，哇，真够快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发明人啊，看来是对这个剪刀面情有独钟啊，发明了一款剪刀面机。咱们一起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好不好？好的，来一起去看。山西人是好吃面，面食品种繁多，做面的工艺也是花样百出，即使是一般的家庭主妇都能通过自己的慧心巧手制作出数以百计的面食来。而剪刀面作为山西的特色面食，因其爽滑筋道的口感和有趣的造型深受人们喜爱。素净的面香再加上地方特色的浇头佐料，闻一闻浓香四溢，吃一吃风味别具。原本出自山西的剪刀面，经过各地的改良，也展现出了不同的风味。为了体验剪刀面的制作手法，记者特意来到了一家面馆，来向这里的面师傅请教学习。哎，师傅你好。哎，你好。哎，您现在在做这个剪刀面是吧？是。哦，我对这个剪刀面特别有兴趣，您能教给我一下吗？哎，好。得到面师傅同意后，记者洗净双手，开始学习做剪刀面。哎，我看你这个动作特别的熟练。首先，抓剪刀姿势要保持稳定，是剪刀稳定，然后剪了之后，把这个我这面剂的尖尖的一头朝外。面师傅告诉记者，制作剪刀面看似简单，但想均匀的剪出大小统一、形状相似的面，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剪刀面讲究的是两头尖、中间胖、根根分明。拿剪刀我看是不是也有讲究？是拿剪刀的时候，大拇指一定要往里伸到以后，然后用大拇指使上劲儿，把剪刀的上半部分固定住。这样固定死。对，下半部分，然后主要是这两手。哦，他就把这个放在这儿。对，放到这儿里可以，一个是确保剪刀的稳定性，第二个就是说剪的时候可以使上劲儿。哦，使上劲儿。就这样握剪刀是吧？哎，对。制作剪刀面时，首先要将面团尖尖的头朝外，然后再将剪刀紧紧贴着面团，剪时左手持面，右手握剪，面剪不离。同时，为了使剪出的面大小均匀，还应当使剪刀与面团保持基本平衡。然而，这看似简单的手法，却让我们的记者犯了难。哎，为什么我剪不断呢？总是你剪不断。你看，第一是因为那个剪刀这尖，没有超过面积的，你看像这样就剪不断，你看这样是吧？这样就剪不断。你这个剪刀应该往上一点，要超出面团，超出面团它就可以全部剪掉它，不会说再有一些和这个面团粘连。啊，是这个样子。是。对，主要是一个习惯过程。习惯过程，其实学起来它还有一段时间，是吧？对对对，想剪成粗细大小均匀，还需要一段锻炼的过程。面师傅制作剪刀面时，使剪面声如雀鸟归巢之喧，形如银鱼入水之悦，而记者却始终没有找到技巧，剪出的面要么是大小不统一，
要么就是形状变形，无法一次剪断面料。哎，我发现啊，我才做了半个面团，我就觉得这个手这个地方特别的累，都已经红了。是，你现在是红了，等再剪一段时间，你这儿就有可能起水泡。对，水泡。啊，对，你看现在才剪了，我估计也就几分钟而已，对对对，水泡了。嗯，我这里红了。对对，我这里都是刚开始水泡，后来水泡到时候磨的都扁了，老剪了。啊，的确是这个地方有个很大的剪子。嗯，是是。短短几分钟的学习，记者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而面师傅却告诉记者，他们每天至少要这么干七八个小时，日子久了，手上的老茧不说，脖子和颈椎也落下了职业病。保持一个动作，他这个对这个脖子颈椎比较也造成影响。啊、哦，造成影响，嗯、对，也特别累。现在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替代咱们人工的机器吗？现在暂时还没有听说有这种机器，暂时还是没有，还是得需要咱们人工来剪。哎，是是。哦。发明人孙宪峰发明项目剪刀面机。今年36岁的孙宪峰出生在河北邢台任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中，小时候因为家境贫穷，刚上完初中的他便辍学回家帮着父亲做农具。看到父亲辛勤的劳作，他便立志长大后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2014年，自己研制的油面窝窝机走上了央视的舞台，节目播出后，孙宪峰一夜成名，立刻成了村里的风云人物，很多人都慕名来寻找他制作机器。一次偶然的机会，孙宪峰了解到剪刀面师傅工作的艰辛。一个剪刀面馆里，看他们做这个剪刀面啊，又慢又累的啊，我就说看能不能研发一台机器代替他们。为了做出可以帮助人工制作剪刀面的机器，孙宪峰放下了手头上的所有工作，全身心地投入机器的制作中。好，前面就是你家是吧？啊，行。来。哎，你给我别一专业。我剪刀面机，看看去。哦，真的。听说孙宪峰又做出新机器了，村里人都对这位发明达人的发明充满了好奇，纷纷来到孙宪峰家里一看究竟。哎，过来看看。孙宪峰，这你的机器在哪呢？这儿，过来看看。哦，哎呀，这个就是你的机器啊？这可是我的宝贝啊。哦，哎，你还平时拿红布盖着它是吧？不让你们看，来吧，看一下吧。哦，这就是机器啊。对，这是我的剪刀面机。我们的发明人终于揭开了他宝贝机器的神秘面纱。不过，这个看上去如此简单的机器，真的能够做出剪刀面来吗？为了验证这台机器的效果，我们决定把它搬到院子里进行测试。孙宪峰向记者介绍道，机器主要由电机驱动，两个刻有剪刀面形状的凹槽的滚子同时转动，对面团进行挤压，使面压出两头尖中间粗的剪刀面形状的面条，同时滚子两旁又分别装有毛刷，可对刚才压过面的槽进行清洁。平时咱们在家都是那个自己用手剪这个剪刀面是吧？啊，在家都是用那电刀电面。啊，没有见过这样机器。那您觉得这个机器能够制成咱们平时做的这个剪刀面吗？试试看吧，再试试吧。啊，来看看，叫俺看看。啊，行行，那我们就试一下。啊，试叫俺看看。机器的工作原理虽然并不复杂，但孙宪峰却对自己的机器充满着信心。为了让记者和村民们更好地了解机器的性能，孙宪峰特意准备了一团面来测试机器。这个面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试的面是吧？对，这面可以啊，已经和好了。对，那我们现在就放进去试一下吧。可以啊。哦，它是从下面直接出来是吧？下面出来。哦，现在已经看到已经有那个成型的样子了。对，机器开动后，双滚立即对面柱进行挤压，
很快一根根剪刀面就制作出来了，乍一看效果还不错，和面馆面师傅剪出面的样子一模一样，不仅大小均匀，而且看上去速度也很快。哎，看咱剪刀面怎么样啊？哎，我们看一下刚才做哪拿一个，再拿一个看看，这真不亮，比我这俩好嘞，快看。都快拿来，跟我都差不多。虽然机器做出的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但是记者却发现这机器似乎有些问题。哎，我发现新建方，就是咱们这个机器啊，刚才进去一团面以后，已经有一些面呢粘在这个机器上。到底是啥？咱们下一团面进去。对于记者的质疑，发明人似乎并不在意，接着放入第二个面团，还准备压好面后煮面给大家吃，品尝机器制作的剪刀面。大家伙听了这话，对机器的表现更加期待了，迫不及待地想尝尝这机器做的剪刀面究竟口感如何。它现在这个面是不是有一定问题？你看得出来好像跟刚才已经有不一样了。对，它你看现在已经有面粘在一起了。一向表现良好的机器却频频出现面粘粘不成形的情况。打开机器盖子后，我们发现滚子凹槽里沾满了面。没事，我这个吧，先把面清理一下，清一下，咱们再试试。行，问题不大。死老爷都啊！行行行，那好，那你现在就清理一下啊，我们一会儿再实验。咱们试试，咱们好试试，好好好。机器在工作时常会出现沾面的情况，要反复停工清理，这也让前来围观的村民对机器不免有些失望了。虽然大家已经开始对机器产生了质疑，但是孙宪峰却坚信这只是一个意外，只要把凹槽内的面剔除干净，机器就可以继续运行。哎，干净了，我们继续试。干净了哈，现在那我们再试一下。试一下啊，我们再放个面团试一下。滚子凹槽内虽然清理干净了，但是由于滚子两侧的毛刷很难清理，所以转动一圈下来，毛刷上残留的面依然会粘到成型面上，影响外形。现在就是面，不得咸了，跟刚才不一样了，越出越不好了。随着大家的质疑声越来越高，孙宪峰也着急了起来。可是不论他如何尝试，却始终无法解决问题。最后村民们对机器彻底失去了信心，一哄而散。看看万万没想到，第一次测试机器就出现了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面不成形的问题，这回可是让孙宪峰在乡亲们面前丢尽了面子，让他十分懊恼。一旁的妻子看到后连忙过来安慰他。说什么面呀，不行的话下次再来呀，是吧，对自己一定要有信心。哎呀，相信自己，一定行的。鲍老师，你看这机器设想多好啊，但是它怎么一用就坏了呢？这感觉特别难受，一大桌子人等着吃呢，您这儿机器坏了，就跟这刚烧好一桌菜停电了一样。是吧啊，你给咱们支支招。嗯，好的。我们呢先来看一下一般的这个面条机是如何工作的。嗯，我呢这有一块彩泥，我们现在当它是面饼。面饼，哎，然后它先经过一个挤压的过程，让这个面饼呢变得比较均匀。嗯，先把它给压平。对，哎，你瞧这下面已经变成了这种很平的这种。对，这样它变得比较均匀之后呢，哎，我们再根据自己的需要，我们可以看到呢，您看这个位置，嗯，这个可以选择宽面条或者是窄面条。这是龙须面，这是拉条子。是这意思吗？对，嗯，然后我们可以换到相应的它的这个啊档位。你说我现在想吃这个宽拉条子了，嗯，把它放在这个送料口。嗯，
哎呦，您瞧多棒啊！你看，这一下面条还不用剪刀费事了，你瞧。对。这么一摇，这面条就出来了。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最常见的一个面条机的这个工作方式。啊、嗯嗯哦，您瞧瞧，您瞧瞧，这多棒！对。对他发明人呢、啊，有点像这个手擀面。对，他发明人呢，实际上也是受到这个机器的启发。嗯，他呢做了自己相应配套的一个模具。我们可以看到，剪刀面呢，它的形状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的。嗯，因为它是用剪刀剪的。嗯，像这个小银鱼儿似的。啊、对，他把这种模具，我们可以想象，他借鉴这种结构，所以是两个圆柱。嗯，所以呢，他把这个模具分别的贴在了360度两个桶的上面，每一个相对应的位置都是这个一模一样的这个模具，然后在它转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是这么一个过程。嗯，面还是从中间下，然后到这个位置两边一挤再转出来，嗯，直接就是一个这个剪刀面的形状就出来了。但是呢，它的这个模具会遇到一个问题。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啊，像传统的或者说大部分的这个面条机，它的这个方向都是这种竖向。嗯，没错。但是它如果想用这个模具的话，它这个面条实际上是横向的。横向的。哦。所以横向是不给力吗？这个时候就。嗯，它这个会带来相应的问题，我们可以试一下。我现在用这个机器再来一个比较薄的一个面皮儿。您瞧，这竖向的非常好办。对。顺势而下。对，因为而且它也有一个、嗯。连续的过程，如果你面条横面的，它怎么推送啊？它是这样的，您这个就问到关键问题了。哦，我们先来仿照它这个一根面条是怎么做出来的。嗯、这个面两边是两个圆柱，对、嗯，这样合到中间，嗯，然后用力的挤压，哎，形就出来了。对，我的这个劲儿比这个齿轮当然是小很多了。嗯，我们可以打开看看，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看看形有没有出来。这刀呢做的比较浅，嗯，然后这个就是它本身需要的这个形状、哦、然后它转到下边这个部分的时候，实际上它不见得会掉，所以它在边上配套的呢，实际上有那种滚轮的毛刷。嗯，为什么要用毛刷呢？因为如果它这个面始终嵌在里面的话，它转完一周回来它还嵌在里边。您的毛刷的意思就是把它给踢出来。对，就是如果它自然能掉那最好，掉了、哦、如果它没掉转到这边，我有一个毛刷把它给刷掉、哦、又不影响面的外观。对，嗯，但是呢它现在这个机器就遇到这个问题了，很费劲、啊、咱们现在这是彩泥，而且是属于不沾手的那种，是真正的面的话它会很粘，有粘性嘛。对、嗯、然后它的这个毛刷就是我们一般能见到的那种刷子。嗯，这样它一圈刷好几次，一圈刷好几次，最后会刷乱掉的，而且刷的哪儿都是啊。这个面它的那些面就会缠在它这个毛刷上面、嗯、导致这个毛刷的这个能效降低。嗯，然后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槽两边的模具就不会那么清晰了。 对， 对，这个面就会在底层越积越多，越积越多，这样运转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这个面条就已经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个样子了，还得加一个清道夫。对，它这个面条不是这种顺畅的，像我们一般所说传统的很连续，它既然打算横过来这样一根一根的出的话，它的这个保证面每一次都能出来的很干脆，嗯，不至于在里边给它积存住。嗯，这个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好，行，谢谢您，这说到点上了，咱不能够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啊，咱们得把这个能效要提高。好，咱们一起去看看发明人对他的面条机有哪些改变呢。在妻子的安慰下，孙宪峰重拾信心，决心重新制作一台机器。在反复研究了机器的工作情况后，让孙宪峰发现了自己机器的诸多不足。针对上一代面团在机器内粘粘的问题，又进行了反复的测试。他发现，由于面的粘性太大，容易粘粘在双滚和毛刷上，很难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进。看来想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破釜沉舟，彻底推翻原有思路，从出面方式上进行根本的改变。对了啊，听说你这个二代机器研究好了啊？研究好了、啊、这就是你二代机器？对，二代机器。看看啊，看这样子你跟上次有很大的变化啊。这个是气压型的。气压型的更接近了。
重新改进后的二代机器摒弃了第一代机器依靠双滚挤压的出面方式，改用气压压面的方式，通过气泵施压对面缸内的面进行挤压，使面穿过缸底的出面孔，再由刀片对压出的面料进行快速的剥离。这样的改进不仅解决了压面粘连的问题，还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出面效率，完全不一样，样子有很大的变化，而且好像看的这个比那个上次那个要好看很多，效果也好啊、嗯，效果也好是吧？效果好，效果好。嗯，那咱们要不然就试一下？可以啊，哎，正好我这有一盆面呢。哦，对，来试试。哦，已经和好一盆面，行，啊、那咱就试一下。是。好。据发明人介绍，新改进的机器增加了装料桶，装料时更为方便，可直接一次性放入4斤面料。哦，出来了，出来了！拿盆稍微接一下。哦，这次的这个效率明显比上次高很多。启动后，拨刀飞速旋转。将挤压出的面快速切离，速度惊人，不但制作出的面没有了粘连的现象，而且效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机器完美的表现让发明人信心十足，还提出要和传统碱面师傅们进行一场较量。哦，而且这次的这个样子比上次有很大的改进。嗯，特别像咱们平时吃的剪刀面，就两头尖，中间很饱满的这样子。对。嗯，很不错，很不错。行，那咱们现在实验室没有任何问题了。没有问题。那咱们这次就去面店、面馆，然后跟他们那个面师傅进行 PK。可以。有信心吗？有信心。行，那咱们就去。好，咱们试试。好。孙艳峰这次去挑战有信心吗？有信心。绝对有信心，一定要打败他们，一定打败他们。对，行，那我们就出发。出发，做好了啊。他飞速切割，碱面如飞，他不忘初心，不畏困难。机器真的能够制作出传承数百年的剪刀面吗？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快刀剪面侠。哎，老板，哎，你好，那个我带着发明人还有咱们机器啊，来到了咱们这儿，想试一下，你看咱们这边方不方便？啊，我们这儿都有师傅，然后这个很需要这个机器，然后而且今天都特别忙啊，没有时间。哦，我这机器是经过二代改进的啊，现在做的特别好。成型也好，这个效率也高，整理4-5个人呢。可能我们这儿师傅都有经验多少年了，你这机器在不这个不太现实，我跟你说。如果你不信的话，咱可以比一下，你看看怎么样？对，我们比一下试试。绝对比。那抽今天那个一会儿咱就现在就去比一下吧。经过协商，面馆老板们终于同意和机器进行比赛，于是发明人率先来到比赛场地。为了确保比赛时机器正常发挥，发明人提前测试了起来。随着机器的开动，很快就吸引了不少路人。当听说眼前的机器马上要和人工进行制作剪刀面的比赛后，人们更是都对它充满了好奇，纷纷猜测比赛的结果。觉得一会儿这个机器能战胜人工吗？那不知道。不知道，你觉得哪一方能赢？人工赢还是机器赢？我因为方这个时候呢，一直不是的我，不累的我，那个刃那家伙那么紧了。就人工一会儿就累了是吧？哎，刃家伙那么紧了啊、哦！这个是一直抓，一直成天抓也没事。对对对，它是机器一直抓没事。那您觉得还是机器可以赢是吧？哎，那您觉得5个人能比过他这一个吗？比不过。5个人比不过他这一个机器是吧？还是人工厉害？机器厉害，机器厉害是吧？现代化都是机器，现代化都是机器。那可不。嗯。观众们各抒己见，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大家都很期待我们的这台机器究竟能否战胜人工，下面就一起看看吧。
现在我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然后呢，我们是拿两盆重量相同的面，看一下，这个是大概是2.406公斤，然后这一盆，我们看一下是2.458，几乎可以说是一样，都是5斤多。然后呢，我们下面就取相同定量的面，然后人工和机器进行 PK 比赛。我们的人工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孙建峰准备好了吗？好了。那么好，我下面宣布比赛开始。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了。人工队这边，三位师傅都是面馆老板亲自挑选的剪刀面高手，他们经验丰富，手法娴熟，剪出的面大小统一，根根分明，对于比赛更是充满了信心。想问一下，咱们这边大概一分钟可以剪多少下？80多吧。一分钟就80下是吧？也就是咱们三个人就是一分钟吧。啊，一分钟。一个面团。啊，一个面团可以剪80下是吧？对。啊，这个样子。您觉得你今天能战胜他们机器队吗？能。没问题是吧？没问题。信心十足。5分钟过去后，人工队三位师傅面前已经摞起来一堆的剪刀面了，而反观机器队却迟迟没有开动。咱们这边为什么一直迟迟没有开始呢？马上好是吗？是在调试机器还是怎么样？调的差不多了。调的差不多了是吗？已经开始放面了是吧？5斤面放进去了。5斤面已经放进去了。在投放了面料后，机器终于开始运作了起来。随着面条源源不断地被刀片拨出，这似乎也在告诉我们，孙建峰的机器可要在人工队面前大显神威了。看着呀，咱们这边呢已经剪成一个小山丘了，特别的多。然后机器队那边也已经开始了，你们现在有压力吗？没压力。没压力，还是没有压力是吗？觉得依旧可以战胜这个机器。对。好，那我们继续加油。哎，小朋友，你有没有吃过这个剪刀面啊？吃过，挺好吃的。挺好吃是吧？妈妈经常在家给你做。是哈。那您觉得这个是叔叔阿姨能赢呢，还是那边那个神奇的机器可以赢啊？我觉得这个叔叔阿姨能赢。叔叔阿姨可以赢是吧？那你给叔叔阿姨们加个油。加油。好，叔叔阿姨加油。好的。后来居上的机器队，眼看就要赶上原本领先的人工队了，这让一旁观赛的群众按捺不住了，报名想要加入人工队，帮助人工队一起战胜机器队。他们剪面挺有意思的，我也有了兴趣，我也会剪，感觉我会剪。你也会剪这个剪刀面？我感觉剪的比他们还要快，还要好。比他们还要好是吗？对。那要不然咱就试一下，我问一下师傅有没有这个多余的这个剪子还？你问一下吧。问一下，不行，你叫我替他们剪一下，如果没有的话。行，我问，有剪刀吗？有一把。有一把，正好多余的，那咱试一下，大姐。来。在得到了人工队的同意后，大姐洗净手，加入了人工队。在面师傅们的指导下，很快就掌握了剪面要领。不是学里了，教你。你看我们剪这个怎么样？看，跟你这个怎么样？剪的挺好的呀。剪的还可以是吗？跟你们的不相上下。是，其实这个大姐剪的挺好的。大姐手艺还行。我感觉比你们剪的还要好。是。那你快一块剪吧，要不？对，一起加入这个人工队，跟咱们的机器队进行 PK。好，没问题。新成员的加入让人工队的剪面效率得到了不少的提升，强势追赶着机器队。不过对此孙宪峰却毫不在乎，依然对自己的机器充满信心。高效的机器队已经反超人工队，可就在这时，机器却突然出了问题。不知什么原因，机器压不出面了。难道机器又堵住了？孙建峰，咱们现在是出现什么问题了？我看机器没法正常运作了。我看看，气泵现在出问题了是吧？没气儿了。你觉得咱们这个机器能修好吗？今天能，可以的，可以的是吧？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原本胜利在望的机器却突然没有了动力，这让人工队看到了反超的希望。趁着孙建峰修理机器的功夫，人工队加快了剪面的速度，准备一鼓作气赢得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孙建峰的机器迟迟没有修好，这让原本支持机器队的观众们有些动摇。从目前来看，我觉得人工队能赢。现在来看，人工队可以赢，是吧？为什么呀？因为我看你第一个，你那个皮泵现在不是半截就断了吗？对对对，停了，是吧？再一个，你刚才出来那个大小，我看有点不均匀。你看这个，这个削出来这个面有点不均匀。大小不均匀是吧？是不是？小朋友，我看你也是一直在看这个比赛是吧？看了这么长时间，你是觉得哪一队更有战胜的希望呢？人工队。人工队是吧？为什么呀？因为机器它老坏，机器老坏老有问题出现，而且还有污染，还有污染，声音那么大，声音很大是吧？你还是支持人工队？嗯。嗯，好了啊，好了是吧？有气儿了，有气儿了，已经有气儿了是吧？有气儿了，那我们可以再继续工作了是吗？这个机器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可以，就可以教练了。恢复正常的机器再次显露杀手本色，拨面速度飞快，重新追赶人工队。由于修理机器耽误了不少时间，这让孙建峰也着急了起来，完全没有了刚才轻松的模样。此时比赛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双方都卯足了劲儿，想要获得比赛的胜利。面试部门更是拼尽全力，因为检面数量比平常多了许多，不少师傅们的手都已经磨出了水泡。哦，我看您这个手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点起水泡了是吧？都已经啊、哦，都已经有水泡了。对，啊、这哪个泡泡啊？都已经起水泡了。那咱们现在是接着比下去呢，还是说就这样了？接着比下去，依旧很有信心打败他们的机器队是吧？对。好，那我们继续加油。好嘞。好。最终经过20分钟的激烈角逐，机器队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比赛，率先制成了5斤剪刀面。接着我们也将双方制作的剪刀面下锅煮熟，请大家来品尝。嗯，看我，你想不想尝一下呀？那你来拿勺子尝一下。遇到怎么样？挺好，挺好的是吧？哎呀，我想吃一口。好，你也想吃一口，来，你也尝一下。多吃点。好吃吗？很香，很香是吗？机器做的面虽然已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可是为了得到更专业的肯定，我们把面馆老板请来，让他来为我们做最终的评判。哎，老板，那您看一下这两碗面，哪一个是人工队做的，哪一个是机器队做的啊？你看这个，咱们先看一下这个面的形状。对，咱们先看一下，看看您能不能分辨出来。对，你看啊，这碗面呢，就是它的形状呢比较规则，而且大小比较统一。哦、然后你看这碗面，它这个形状有短有长，而且有的是断掉的，包括它的这个粗细也不一样。所以呢，就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个是咱们人工队做出来的，这个是这个机械队剪出来的面。这面还没吃，面馆老板光从面的外观上就否定了机器制作的剪刀面。但是我这个速度快啊，效率高啊，顶你们三个人呢、啊。你看是快，但是就是说它快的同时呢，它这个面的大小不一样，这个感觉也就不一样，口感也就不一样，而且它这个美观上呢，让客人第一眼看着啊，就是打了一个折扣啊，所以这个光快是不行的。那您说这机器不能用？对，目前来说是。也就是说，现在他做的这个机器完全还没法替代咱们人工，是吧？对对对。虽然机器在剪面速度上超过了人工，但机器做出的面形状不统一，而且为了防止粘黏，做好的面必须直接入锅的方法并不是传统的剪刀面制作手法。面食老板的话却深深地刺痛了孙宪峰。的确，要想做出一台完美的剪刀面机，必须要解决剪面形状不一、剪面不筋道的问题，这就需要对入料装置再次改进，达到拨面时出面精准、面料紧实、筋道。为此，孙建峰整日把自己关在厂房里思考、画图、做实验。可这一次灵感女神却迟迟没有降临，这让一向乐观的孙建峰第一次感到了无助。哎呀，这机器不好做呀。
没事儿，给发上慢慢来吧。哎，那你慢慢来吧。理想在现实面前再一次碰了壁，让此时的孙宪峰陷入了研发的瓶颈期。对于机器如何改进，他丝毫没有头绪。然而吃了一顿爱人购买的同样是机器做的刀削面后，孙宪峰突然来了灵感。从第二代到第三二，从第三代这个跨度挺大的，也确实有好多问题啊。那段时间我也吃不好睡不好，就是有一次啊，我老婆给我做了一碗刀削面，我吃着吃的时候想起来这个原理了。得到灵感后的他连忙跑回厂房，开始重新研究机器。他发现因为气压压面不稳定，所以做出面的形状无法统一。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从进面方式上进行根本的改变，而螺旋进面方式正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分面凹轮及离心力的作用下，面料被挤压出来，不仅保证了送面面压，还让出面更为均匀。刀削面的原理，进面量快，它引起口感还不好，我还是把刀削面机这个速度又降低了啊，口感也没有影响。有了想法，很快第三代剪刀面机就做出来了。孙建峰，坏了。哎，我看你在现在研究的这个就是第三代机器是吧？啊，是咱们最新的。最新的啊，改进好了。对，这个绝对不会像以前一样出的面不均匀、大小不均匀啊什么的。啊，那咱们这次的这个压面方式是什么原理？靠螺旋顶进的。哦，螺旋顶进是吗？啊，螺旋。哦，那我们打开看一下哈。你看啊。哦。这是进面孔。嗯。然后的话，这还是那二代的那种的成型模具。哦，也就是说这个模具还是有所保留。对对对。改进后的机器不仅解决了上一代机器的问题，还大大提高了剪面效率。同时，为了确保操作安全和工作卫生，特意安装了保护外罩。哎，我们的面积已经弄完了是吧？我们看一下。哦，果真是这次的大小都一样，对，而且根根分明，对，是吧？啊、哦，这次真的是做的还很不错。嗯，这个机器绝对成熟，绝对成熟。对，行，好，那我们就拿着它去跟咱们这个面馆的面师傅去进行 PK。可以，可以，走，咱们去。人们常说，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这回孙宪峰对机器是做了全方位的改进，更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给面师傅们一个惊喜。这样，我们这发明人啊，他又研究了一代机器，可以弥补上次咱们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啊，孙建峰？这绝对可以，这是终极版的啊。就是你上一次你说可以，然后不是让你们试了一次吗？啊，又耽误时间，又耽误名利，这个、机器又不好使，它不能光。这个机器绝对好用，因为我们三代改进的啊。上次那个成型啊、效率啊都可以超过了，啊，如果说不行的话，这台机器就扔里边的河里了，不要了。那要不然老板，咱再给发明人最后一次机会。那勉强最后一次啊。嗯，好，真是最后一次啊。比赛日期如约而至，对于孙宪峰来说，面师傅对自己机器完全的认可，仅有一步之遥了，那就是在人机对抗赛中战胜实力强大的人工队。想到自己上次比赛中因为机器故障让自己险些失败，这让原本充满自信的孙宪峰不免有些紧张，抓紧最后的时间仔细检查着自己的机器。今天呢，我们开始了第三代机器的比赛，这边呢是我们的发明人孙宪峰，这边是我们的面师傅。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机器挑战我们六个面师傅。孙宪峰，你现在有信心吗？十个也不怕。十个都不怕。对。面师傅这边呢？他不可能赢。不可能赢是吗？啊。好，那现在我们这一次的比赛规则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看机器剪得多还是人工剪得多。那么现在我就开始准备计时，三、二、一，开始。剪吧，剪吧，我等一会儿再开机器啊。哦，你还等一会儿呢？孙宪峰再一次夸下海口，可是面师傅们却不以为然。人数的增多让他们对于比赛的胜利信心十足，
卯足了劲，想要战胜机器队。人工队加油！人工队加油！人工队加油！在孩子呐喊下，人工队的面试部门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干得热火朝天，而机器队却并没有着急开机。这孙宪峰似乎是一点儿也不着急。哎，孙建峰，我看人家人工队这边可是都开始了，你这边怎么一直还迟迟没有开始啊？他们剪得慢，哦，不能跟我机器比。你都不着急是吧？不急不急。啊，行。啊，那咱现在开始吧。行，开始开始。我看人那边不让你们了啊。机器队人。无暇顾及孙建峰的挑衅，人工队的师傅们埋头苦干，剪面速度飞快，但机器一经启动，可以说是火力全开。玻璃的剪刀面就好像数不尽的鱼儿飞越瀑布一样倾泻而出。你快不快？快！你快不快？快！比赛正在激烈进行着，双方是互不相让，而现场的观众们也心有所属，各有各支持的队伍。小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进行一下投票，支持人工队的呢在这边画正子，支持机器队的呢在这边画正子。我们现在就来比一下好不好，看看你们支持人工队的多还是机器队的多。好，你都画正子，支持人工队还是机器队？谁一比？你为什么要投人工？我感觉他们比较快。感觉人工比较快是吗？那你看空气有污染，可以画一个正的。好，哦，机器啊啊，你投人工还是机器？人工也是人工是吗？感觉机器工作的快，而且面条啊，而且面条看起来也比人工那个整齐啊。好好好，我看是机器吧。机器好，为什么呀？机器快。机器快是吧？人工慢了呀。好，那你再去给机器队加油。这是机器的举手。哎。这是人工的举手啊，这是人工举手啊，那有一个举啊，两个是人工啊。好。经过一番投票，孙宪峰的机器队的票数要略高于人工队，观众的支持让孙宪峰显得更有动力了。才啊，我上机器队那边看了一下，机器队那边效率非常的快，咱们这边呢是不是有点慢了都？是不是有点累了？有点累了是吗？但是你们还要继续的加油。是。哎，小朋友们给哥哥姐姐们加个油。人工队加油！人工队加油！人工队加油！人工队必胜！人工队加油！哎，小朋友，我看你刚才在那边人工队站着支持人工队，怎么现在又跑到机器队了呢？我感觉机器比较快一些。啊，你现在觉得机器快了是吧？你现在又改变主意支持机器队了？我看机器好。机器好是吧？啊、为什么呀？机器它快。快。人工要是干活吧，他干活就累了，他把手就磨了，我看他。手就磨了是吧？哦，我觉得人工会赢吧。是吗？因为手工的嘛，它一般做的都是比较好又好吃。你觉得手工好是吗？嗯。哎，孙建峰，你这是要干什么去？让他们看看。哦，过来看一下人工队了是吗？哎，人工队，我们过来了。你们看看啊，看你们那是啥呀？能比吗？能比吗？看看谁的多。看完了看，我刚开始干啊，你们干了十分钟了，我还没一分钟呢。啊，他这边有摄像机，来来来，继续来。赶紧干！你赶紧干啊！赶紧过来。哎，孙建峰，这边好像有人叫你，你过去快看一下你的机器。咋了？没问题了。哎，你看你的机器。你们是断了！哇，这是什么东西？是刀片是吧？刚才那个拨片。啊。它怎么给出来了？正当孙宪峰还在炫耀的时候，机器的老毛病又犯了。由于机器运转的速度过快，刀片竟然断了一个。好在安有保护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可让孙宪峰捏了把冷汗，连忙拿出工具换上新的刀片。嗯，我觉得两个刀片都断了，估计，哎呀，还得换刀片，还得去跑买刀片，很麻烦，时间也会很长。为了安全起见，孙宪峰特意调制拨刀旋转速度，这可耽误了不少时间。这一下，比赛的结果变得扑朔迷离。
现在已经24分钟多了，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6分钟。那我们现在这个还可以修好机器继续运转吗？现在我做的面几乎都快超过他了。现在已经差不多了，是吧？超过他了，我这再一开，绝对超过他们，绝对超过他，没有问题。行了，可以了。机器终于修好了，修好的机器飞速运转，这让孙宪峰之前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你们抓紧点时间啊，已经不行了啊！时间进入了最后10秒钟，现在就要倒计时了，10 9 8 7 6 5 4 3 2 1。停！好，现在全部放下手中的工作啊，把剪刀都放下。孙宪峰，你这边机器也停。经过30分钟的比赛，究竟是我们人工队做的面多呢，还是我们机器队做的面多呢？我们都很期待结果。刚才半个小时的比赛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称一下咱们双方剪的这个面的斤数，好不好？可以。我们先来称一下人工队，来，第一盘1.2千克，我们的第二盘看一下，0.9千克，第三盘还有点沉，放好看一下，1.6千克，这一盘0.8千克。那么算下来，我们的四盘也就是大概是4.7千克，我们的人工队减了4.7千克。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机械队，孙宪峰，你现在有没有压力？他少是吗？那我们称一下，看第一盆，我们是按盆算的，1.1千克。第二盆，这盆特别的多，看一下啊，2.2千克。三盆，哎呀，是一盆比一盆沉，2.1千克，这样加起来就是5千克还要多。哎，郝师傅，那咱们现在呢，他们这边斤数是获胜的，那咱们现在咱们看一下他们这边的这个面到底做的是怎么样。还好，长短粗细还比较均匀，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是吧？跟咱们人工的差不多了哈，差不多，可以相互媲美了。能用。啊，能用。孙宪峰，恭喜你，你的机器得到了认可。我赢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努力与付出，孙宪峰研发的第三代剪刀面机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第三代剪刀面机通过螺旋镜面、刀片旋切的剥面方式，巧妙地模仿人工制作剪刀面。它的特点在于：第一，制作出的剪刀面形状统一，外形美观；第二，剥离的剪刀面根根分离，不易粘粘；第三，简化了传统制作剪刀面程序，大大节省了劳动力。这个剪刀面机替代人工，大大的提高了剪面的效率，降低了成本，将人工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地方小吃走向全国提供了条件。机子设计还是比较巧妙的，挤出的面中间比较大，两边细，这样切出的面跟人工剪的基本没有区别。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噪音还是有些比较大的，可能是切面的时候，刀的形状有些问题，这样可以通过改变刀的形状来克服。还有就是在切的过程中，这个刀掉了，这种可以需要加强可靠性的一些研究和试验，避免在工作过程中而出现类似的问题。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好的发明和创意，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好，再一次谢谢华老师，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西，我们下期再见。一台木板开槽机，它能够将一块木板变身成一块空心木方，它又能够让空心木方安稳承载数百公斤的重量，它还具有什么功能呢？敬请收看我爱发明薄木造方。家居装潢、酒店装修、餐厅装饰，各种造型琳琅满目，木质结构尽情发挥。
一台木板开槽机，它能够在分秒之内将一块木板变身成一块空心木方，它又能够让空心木方安稳承载数百公斤的重量。它还具有什么样奇特的功能呢？敬请收看《我爱发明》，薄木造方。